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，过年我们在寿星水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忏悔，给我很大的启示，这是最好的教育。佛自己说，我今余寿心碎，我无过咎，与众人和，又不犯身和意也。过年，释迦牟尼佛跟大家想开始，他带头反省。第一，我这一年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有没有过失？换句话说，有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？第二，我有没有犯身口意？就是我有没有造所业，身、杀、道、淫、口、妄语、两舌、七欲、恶口、意、贪、嗔、痴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我有没有犯？新年开始，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天天都是这样反省，新年更是特别提醒。那些成了佛、究竟圆满的果位，尚且要这样做法，天天检讨，天天反省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我们想想，自己是生死凡夫，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改过，我们在六道轮回是每况愈下，不会提升，这个要知道，不是向上走就走下坡路，这多么危险，前途一团黑漆，还能够放逸吗？还能够懈怠吗？听凭无常道来，手忙脚乱，那时候迟了，来不及了，是必须成我们身体还健康、头脑还清醒的时候，要认真忏悔，要彻底改过自新，修复多少要几分像佛的样子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。这是佛过年的时候
给我们做的榜样。我记得有一年过年，李老师在连线为大家讲开始，一开端就说过年大家都喜气洋洋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细细想来有何可喜，寿命少了一年，业障增加了不少，严格地讲是不应该，哪有什么可喜的。世间人颠倒，把可悲喜的事情当可喜，真正可喜的事情早忘得干干净净。如果我们事情一年比一年淡薄，悼念一年比一年浓厚，那是可惜。还在搞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把这句佛号不当作一回什么事情，那有什么可惜？要生极乐世界，要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你每一天读诵，每一天学习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都不离开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念佛。要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把这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使自己跟心完全相应。经典跟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融汇成一体，叫其如弥陀境界。你能够契入弥陀境界，不比完全能够契入少分，往生就有把握。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相违背，那你天天念诵也没用处，你不能往生。所以经教不是念的，经教是教我们要实行的。无量寿经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叫我们不但不能做，念头都不能起。佛菩萨如何保佑我们？经典里头的教训是保佑我们，我们能够依教奉行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这是保佑。
如来所行，一应随行，众修福善，求生净常，是无量寿经全经之总结。如来所行，心上行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就是清净平等觉。思想上，我们讲无量无边的如来心，归纳为五个科目：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望。这就是阿弥陀佛万德宏愿在我们生命当中落实。这五个科目不但是净土法门修学的根本，可以说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的总归结。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这五个科目相应，这就是万德宏愿落实。能够生生佛后都具足这五个科目，那就是佛功德。回过头来想想自己，自己跟佛的差别在哪里，把这五个科目我们要把它做到，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，我们才是心同佛心，愿同佛愿，解同佛解，行同佛行。我们做到了多少？我们这个佛号为什么念不好？念了这么多年，西方极乐世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们的修学一定有错误，这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检讨的地方。错在哪里？错在没有根。敬业守重三福，这不是敬重特别重视的，修哪个法门都重视。佛说得很清楚，这三福叫三世诸佛敬业真言，这句话说得多重。三世过去祝福，现在祝福，未来祝福，这叫三世。菩萨修成佛道，决定不能违背这三条。违背这三条不是佛法，这个三条是佛法里的，无论是大乘小乘、宗门教教、显教密教，
三十一切诸佛都用这个做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，这能违背吗？这能小看吗？这能疏忽吗？凡是修学不能成就的，中途变切的，都是没有把三福当作一回事情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他对这个三福不重视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一个人说，是三世诸佛、一切诸佛都这么说。如果有心想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，念佛往生净土，你一定要修净业三福，不从净业三福下手，这个净土不能成就。净业三福第一条实际上是落实如实道的三个根，孝亲尊师落实在第四根，慈心不杀落实在因果教，后面是修十善业，这些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，是自己的生活，是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是自己的言语造作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这些基本的戒条相不相应？相应是善的，不相应是恶的。断恶修善标准在这里，这三个标准是三教圣人定的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不是哪个人发明，不是哪个人创造，唯有信德才能够开发信德。孝亲是信德，佛教导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，开发自信，圆满自信的信德，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圆满的信德，这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。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也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。最后我们也随时新年恭喜发财，我们的发财是要功德发财，以真实信心恳切的愿心支持阿弥陀佛名号，开发自信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发财，祝福大家该我修了，习心一心，自然感想，所愿皆得。
祝福大家，祝福我母说岁岁平安，众善奉献，年年如意。谢谢大家。